这一头的话是乾隆古城，工厂看了那些荒废的房子是在那一头，现在是这一头，这一头的话应该是古建筑的。这边的话也是非常的冷清啊，你看一下，大部分店面都是关着的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，都没有开，你看一下。路上行人的话也是稀稀疏疏的，估计没有几个游客嘛，大部分都是他当地的当地人嘛。这里有一颗井，这颗井的话应该就是泉水吧。应该以前当地人的话就喝这个井里面的水嘛，是吧，看这个井周围的话用砖切着的话，这一幅人家是观音送子帖子，文武官员精明，但是立马，下马石，这下马石是什么意思？这一户人家的话也是大户人家，上面的话还有那些，毛时代的字嘛。什么无产阶级啊，文化大革命啊，是吧，其他的看不清楚了。那几个字的话就是文化大革命，应该说进行到底吧。它这个房子还有阶梯的，一二三，三个阶梯，看到没有？三个阶梯。要进楼的话，要进这个阶梯。哇，这个房子也很老了。这房子是做什么的？接孝祠，挂着那么多牌子，大力遗所，中国国民党总部旧址，金统计信访。我生活的这个房子的话是国民党的那个特务头子大力曾经住在这边。大力是国民党的那个金统级的特务头子嘛，是吧，很出名的嘛。老百姓一般都是知道大力嘛，非常有名的。他既然是住在这个地方，大力遗所嘛，那边写着呢。金统特信房应该就是说培养特务的地方。这些房子的话都贴着门神啊，这上面屋顶上老百姓撒着那个辣椒，你看辣椒。这边也是辣椒。
哎，你好，喂，这狗不会咬人吧？掉去。这里过不了了吧？我没过得了，在路上。哦，好好。你往下面走。好，谢谢啊。没有问题。它，啊，那里面刻着一张毛主席的像，写着红太阳。这边贴了个过去的通告，你看一下，这个通告呢，你看，1983年的，你看一下，1983年的通告呢。为了维护本镇交通秩序，写着如果是损坏一棵树，罚款5块至10块，车辆进城一次，罚款20块。哇，这个房子的话也真的是古老了，80几年的房子。这对面这栋房子啊也是非常古老啊，写着楚风堂啊。哇，那上面有那个毛时代的字，你看，高举毛泽东思想，伟大红旗，奋勇前进。是吧？现在就是白色的，以前应该红色的嘛。我房子这边的，很古老的木房子啊。这边写着毛泽东遗漏，看一下，这毛泽东遗漏写的是：水是我们的敌人，水是我们的朋友。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哎，这个怎么是简体字呢？那边的几个字的话，就是繁体字。乾隆县衙这边是，然后这边写着“偷师巷”，偷师巷。大家看一下，它这边写着“偷师巷”，也就是说，把病死的、饿死的囚犯啊，从这个小巷里面拖出去，所以这条小巷被称之为拖尸巷。哎呀，真的有点恐怖，看上去阴沉沉的。哇，这个小巷真的阴沉沉的。这条小巷呢是古代的拖尸巷。一个人都见不到这里。这边还有一个基督教堂，神爱寺，基督教堂。基督教堂这边写着宗教管理条例。这边写着教会的简介，这个教会是1910年由法国牧师等一笔外国传教士来我前购买地产立教，有100多年了。神爱世人，
现在是没有冷这里面。这边还写着一些教规，你看，第一戒，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。第二戒、六戒、十戒。是吧？哎，这老人家的房子挺干净的。这个墙上的话都以前很多标语的，但现在的话都涂掉了，看不清楚了。其实这些标语的话也是一个时代的那个记忆嘛，是吧？没有必要涂掉嘛，是吧？这些房子确实非常的古老。哇，这个门很有特色，你看这样子伸进去，然后这里还有写着以前的字，你看一下，打倒柳藤，应该我没有看错吧？大家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以前的字，你看，这个是打倒柳藤。应该说是那个，以前那个毛时代搞批斗的时候写的吧，是吧？柳藤，如果我没有解释错的话，柳藤应该就是柳抱成邓小平嘛，是吧？打倒柳藤，文革时的记忆，这边也有，但这边的话就看不清楚了，这些字。这边的话也是一个五星红旗很大，是吧？然后那边有字，你看，都看不清楚了，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。